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nneth Chu， 来自 ABCD Technology。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钉钉或是 DingTalk 里面的钉功能电脑版本啊。首先，我们要登录你的钉钉，然后点击这个钉，那在这里呢按新建哦，就可以新建你的钉了。所以这边呢总共有应用内钉、短信钉跟电话钉。目前呢，哦，电话钉呢是只有在中国哦，国外暂时不开放，所以有短信钉跟应用内钉。那短信钉呢，如果你使用的话呢，它是会有付费的 charges 在 SMS charges 那边哦，根据你的这一个啊 telco 的那一个 charges， 所以这一边呢鼓励大家使用应用内的钉，因为是完全免费的。接下来我们要选择接收人，打个比方说，你可以输入啊你的接收人的名字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放内容进去，诶，比如说放了内容过后，我们只要按发送这个功能呢，对方就会立刻收到这个叮的通知，看到吗？啊，就是刚发过去给对方了。所以今天啊，我的分享关于如何使用这个钉 Talk 里面或是钉钉里面的钉功能，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